亲自开箱，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Blackpink 与星巴克联名的不锈钢杯，杯身下方还特别刻上 BP 字样，但想抢联名周边可得来不易。应该也是全部都买了，每个买一样要花多少钱啊？就是加起来大概1万多吧，昨天9000多。前一晚10点多，粉丝在门市前搭起帐篷，彻夜排队。连锁咖啡厅门外变身户外露营区，北市大同区、北投区、中山区各个门市外，清晨5点还没营业就涌现长长排队人龙，还出动板凳、阳伞等候。可能就先买上面粉红色那些杯子了，对对对，或者是黑色马克杯这样。如果有剩下蛮多，就是能买多就买多。因为11款 Blackpink 联名杯，25日不限会员都能买，限定每人只能各买一款。网络上已经出现黄牛天价，钻面款冷水杯原价从3280元喊到近万元，黑色马克杯750元直接翻倍卖，粉色马克杯更夸张，650元卖到2000元，质感随行杯750元变3000元，价钱有点太高，就是。可以不用炒那么高，因为那个价钱都可以去买一张摇滚区的门票。就是能排队就尽量自己排，我不会花这种价去买东西。我其实也去松山车站那家门市已经排过啊，他可能因为前面都是代排。韩国人气女团从演唱会门票到联名商品，掀起抢购打卡热潮，也在台湾刮起一阵黑粉红旋风。记者刘佩颖、陈志峰采访报道。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